我想你幫我睇下部電話。嚇，又整電話？呢度唔係數碼技丁喎，唔識幫你整電話㗎。我想你幫我睇下我同部電話襯唔襯啫嘛。而家人人話要增值，手機都要 upgrade 啊！呢部升級機款，機背設有防滑凹凸哈紋設計，屏幕就加大到3.65寸，用上1G處理器，多功運作時候咧，速度就更加快啦。我就中意佢內置記憶體有4G 咁大，仲可以支援最多32G 記憶卡，無論睇片、上網都一樣咁得心應手。仲有黑色同白色，達達老師啊，你覺得咧邊款最襯我呢？其實要做潮人，除了講硬件之外，正如我上次所講，個人的軟件都很重要的。軟件是指你對潮流的觸覺，當然這些軟件都可以幫到你啦。要增進對潮流的敏感度，首先要多啲留意人哋嘅時裝心得。時裝達人通常都會自拍記錄低每一日的打扮。近日佢哋就轉玩呢款軟件，影完相即刻 share 上網。如果睇到中意嘅 style， 仲可以 follow 對方，從世界各地嘅潮人身上學習到最流行嘅配搭靈感。達達老師啊，我啱啱發現咗另外一個人氣 apps 都好得意㗎。嗯，咪係相機軟件，有咩咁特別啊？好玩在可以加入唔同相框同裝飾，仲有拉招牌卡通人物圖案。另一樣嘢抵讚嘅就係來自大量濾鏡效果，字型同畫筆就算簡簡單單一張相都可以變得好過癮㗎。達達老師啊，我想問咧，又問咁煩㗎？唔係咧，你覺得我呢個造型點啫？嗱，即係點啊？自己諗下啦，唉。如果你哋都有自 in 自好玩嘅潮流資訊，快啲 share 上嚟 Facebook， 等我哋一齊 like 下先啦！